大家好，我是陈翰林。大家好，我是晴天娃娃里的晴天娃娃的啦。我们今天要来宣传2011年的国际书展签名会，还有国人原创精品哦。你说的签名会是国际书展的签名会吗？晴娃才不知道的啦。那你知道精品？你说的是黑色的，很漂亮的晴天娃娃的甜美梦幻收藏桶吗？你都知道嘛？晴娃才不知道的啦。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签名会哦，我跟晴娃会一起等着大家哦。制作这个收藏桶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的啦？